当时他已经来了，拿动作的多感大方，圆和潇洒的外形和技艺沉稳，连绵不断，连贯自如，当柔相济而著称，是太极拳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，也是深受国内外广大太极拳爱好者所喜爱的太极拳手。那么练习杨氏太极拳，首先要从他的基本动作开始。杨氏太极拳对于基本动作要求是相当严格的。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，他出现了掌、拳、勾三种手型。掌型在杨氏太极拳当中要求是相当严格的，他要求一手五指肉缝分开，掌指会有弹性，掌心越长。从正面看，他的动作是这样的。那么从侧面看，要求五个掌指的第一关节在同一个平面上。那么在杨氏太极拳的过程当中，他的两个手的手型是同样的，要求虎口伸展，掌心越长。在杨氏太极拳的动作过程当中，臂力方法是最多，但是也不以全法。人的动作是这样做的：一掌，一指对拢，向掌心点击；五指，向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掌指骨轻轻过；又分为前面、前背。圆轮，圆眼，他的掌心也称之为前心。在杨氏太极拳的动作过程当中，出现了单拳和双拳，例如双层挂耳是双拳，勾勾手在太极拳中具有单边的形式出现。他要求一手五指轻捏定拢，从正面看，他的动作是这样；从侧面看，那么勾手又分为勾背、勾面、勾肩，掌心也称之为勾心，还有一种是贴拳。例如贴身锤，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拳法有不同的位置，在每个动作当中呢，你结合不同的动作有不同的用法。例如单拉锤，进前面来进攻；贴身锤，进贴前的动作是这样，它的力点放在前后。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还有双拳出现的动作，就是双峰挂耳。在传统杨氏太极拳当中，他以双拳掌的动作为先，然后慢慢后坐，两手同时两侧逐渐向前伸展，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，两拳是在前面，就是双挂耳。